人才动赛解放，黑暖金铺人眼球，为了推动人才转故乡，动赛界鼓励政策。韩国了十年来呢，动赛界人口啥直接多多进到现实界困难，我都继续留头动体。推动关山街转故乡青年，陈家千两公家最近是推出中关山还有人才动赛做主题街足球，大帮游戏行销关山之外。另外，呈现人才在实际培育阶下，遇到现实的条件同困难，人工系同现实办个实验造就。高三当天，一日生产停摆。好，没有啊。马祖上个吉飞卡，本高位人做的资金对数，当然做唔做应同为神山。关山当年全镇创业为信用发托，变做作一位年数职业。关山后生人参加前两公婆，出品的两年用关山做游戏的配件。头十年来，政府推动的人才动员计划变作故事的内容，推出创海太富翁的作业，人潮爱动员，少男人才变作小世界的人潮。来回回，他们来到东部地区，可能住过一两年或三年，然后就其实发现工作不好找，房子不好找，那他们手上的资源或金钱都已经燃烧殆尽了。有些都实天的，包括民意代表、公家机关、正面转故乡的人，本来也一日掉唔在无空样的身份，大概身份以为子女无空样，一般也掉人道必须的条件无空样。其中本来也一日喺千难人道必须的身份。尤其喺前度做得大，亦喺群入边活嘅，行下需要克服行下多嘅困难。推荐本来嘅人依然第一向天机嘅现实。那这五时间就是分配到这五个身份上，可是又不均匀，对，就是这个其实就一直都是现实面的状况，但证明的就会特别多。剩下前一个，剩一个作业有依度二级嘅协力，唔过一项变作是呢本来嘅人嘅热门嘅素材，本大家想要办到关山嘅人。用游戏重新思考本来也的现实困难，下个新闻资讯片传得不同。